hesitating with all these empty stars. I could even swim to get to you. I don't care if I can run till I find you. So if you're floating on this orbit, come just fall if you're my emptiness. And I cannot explain how deep is this loneliness. And I want to tear for a while. And even this love. Hello, 欢迎来到九九的晚间频道。这期视频是一个我平时在家的一些护肤日常流程吧，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晚了，所以嗓子不太说得出话来，就要小声一点，所以就说话很难受。我敷个面膜先。最近家里这边天气特别热，然后每次出门林老师出油妆一下子就花了，气死我了。夏天就是这点不好，脸一油啊就会脸上痘痘黑头什么的，特别嚣张。然后之前鼻翼这里长了个大痘痘，痛死了。还有鼻尖长了大痘痘，痛死了。然后我连忙做个面部清洁急救了一下，昨天才刚消下去。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魔法世家的绿豆凝胶面膜，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打开是一种绿豆的清香，有一点点像童年那种绿豆雪糕的味道。上脸也特别的清凉舒适，触感很细腻柔滑，完全没有那种凝浆的沙粒的磨砂感。它这个有两个版本，美白和祛痘的。我选的是清肌祛痘版，针对油痘肌，主打的是清洁毛孔，还有改善黑头和闭口，控油祛痘的，就很适合我现在这种天气太热出油多，然后导致皮肤火山喷发的情况。这个的主要成分是高岭土矿物凝浆，官网介绍说它的这个凝浆颗粒直径比头发丝还要小10倍，然后不仅不会把你的毛孔撑大，还可以帮助你吸附毛孔里的油脂和脏东西，有效预防黑头和痘痘的产生。里面还添加了他家的专利成分绿豆皮提取物和复星绿豆，可以改善皮肤暗沉，然后抗氧化，还有添加了北美金缕梅植物复合祛痘剂，能够有效的控油祛痘。然后我觉得去黑头这方面没有什么捷径，就是定期做好清洁来预防，还有就是控油抗氧化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面膜就这方面做的还挺好，挺全面的。好了，我要去把面膜洗一下，时间够了。洗掉面膜之后会直接拍一层爽肤水类的产品，所以我选择的是谷雨光感水。这个水的质地特别的清爽，很水润，但是又不黏腻厚重，是夏天会喜欢的那种水油平衡的肤感。而且补水的效果特别好，不管是油皮是干皮，我觉得都挺适合的。一般精华水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闷闷的感觉，但是谷雨这个完全不会。主打成分是光甘草、顶牡丹根精粹，都是纯天然的植萃美白成分，特别的温和，不会有致痘的风险，可以去黄提亮，循序渐进的达到美白的效果。因为我特别爱熬夜，熬夜伤肝，肝不好的话就脸色蜡黄，所以平时护肤养生也是比较注重去黄气、去湿气，改善暗沉、提亮肤色等等。其他爱熬夜的妹妹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，不要仗着年轻，哎，要注意防护，不然的话到时候老了连医美都救不回来。完了，一下子没注意，时间过去了好久，我要赶紧护完肤，然后去接着看剧了。最近在看那个《爱的迫降》，我觉得好好看。然后接下来是一个面霜，
SK 2的面霜用很多了，因为我不太知道用什么乳液，然后夏天也不是很喜欢用乳液，就基本用面霜替代了。在掌心搓搓搓搓热了，然后这样大概按上去就好了。发际线我对不起背过去，然后接下来是眼霜，你们看我这黑眼圈快掉到鼻子了，黑眼圈真的很重，这个话得用一点点眼霜。哦，光打得太亮了，照不出来了。然后再用那种眼保健操刮一下，差不多了。那今天的晚间护肤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要去看剧了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是一个 mini vlog， 不够看的话等我下一期吧。等我开学了再拍，在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内容可拍。我这一个月，我回来了一个月才只出去吃了一次火锅，然后吃火锅我也忘记拍视频，因为拍了很多照片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拜拜。